七里无风。孟天峰，多少历史斑驳，多少生死过往。生死关，眼前义不容情，唯有胜者为王。李博，突击不恭。黄金武术独千人，李昭惊天动地八方阵绝，以及神皇之气故意有损。李昭进入天团清风冲刺，天庭作剑鸣。李昭风魂扫平，万里清醒。不勇不逼，用之不敌，不烧焦。好，春秋盛会，英雄出入，金太虚。异国吗？李烧焦，共过主君，回首千秋。结束了。结束了吗？这招我给魔毒奇雄，原来你是故意伤我三将，有几次同用惊天自己的愤怒，你一瞬心机上加几岁破，我该将你欺骗，因为我非常的愤怒。我都想有大好的未来，你太酷了！这两位的就是顶尖，不朽难意。我是人，不是神。现在我只想将你变得今天不杀你，我灵魂死，一尽力气灵为报。师尊，你们团外的地教是什么？一剑飞天，如虹剑色，以及决心令人温暖，足够了。好。